昨天大半夜的时候，我的美国邻居突然来敲我们家门。Hey, your trap lady land on top of the fence over here, land up against my house on top of it. 因为夜里面来了一个很大的冰雹，然后暴风，然后我们家的小孩子的蹦床飞到他们家屋顶上去了，所以大半夜我们就只能爬起来去弄。经过一夜的糟蹋之后呢，我们家很多东西也都被破坏了。这个小孩子玩的这个东西呢，看，其实已经挺长的，插深，每一个都深深的插到那个地里去了，都给吹跑了。但是还好还在自己家院子，我给捡回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这个情况啊，这个肯定是在的，这个被吹弯了，就是辣椒已经被吹得不像样了。然后，那个桶也是，哎呀，这个椅子都被吹跑了，这也是。这里全部都被吹得乱七八糟的，然后这个蹦床是弯的嘛，已经被吹弯了。昨天开心爸担心把这个弄回来之后，可能担心还会再被吹跑，然后就压了这个上去，看这里已经折弯了。然后今天邻居又来找我了，今天邻居一大早又过来敲我们家的门，大家看到吗？他跟我说他们家屋顶受损了，因为这个蹦床直接整个飞过去这样子，我也没有拍到，我也没有看到，但是开心爸把它弄下来的。晚上开开心心，特别担心，特别着急，就是听到那个冰雹啪啪啪啪打玻璃的声音，吓坏了，直接一边哭一边跑向我。后来邻居过来找我，那我也走不开，因为开开心心特别害怕，所以我就让开心爸爸来了，可能也没有拍视频啊。然后就是屋顶受损了，我们肯定是我们的责任，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是有压了沙子的，就这个沙子压了的，只不过没想到第一次来这边住嘛，第一年没想到他这个暴风来的这么猛烈，冰雹下的也很大颗啊，然后沙子就简单的给它压住了，正常的风是肯定能防得住的，那么大的暴风肯定防不住，我都担心那个玻璃会裂开，棒棒棒棒就这样子砸的。然后这个他邻居说了，他不想用他们家房屋的保险去修，这个我也能理解的。然后我们可能会，要不就是我们自己去房屋找一找，就是联系一下我们的保险，看能不能修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就只能花钱找人来给他们修一下。这个还没撑起来嘛，是一个开开心心玩的一个，户外的一个。然后现在这些螺丝这些也都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全了，我现在得赶紧整理整理，弄一下。这里面埋着还能翻一些出来。哎呀，估计也不全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早上起来看开心心看到他们的蹦床弯成这个样子，哭死了，心疼死了。我们这个另外一个玩具的配件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全了，都给吹然后我家门口的花也是被吹，整个花盆被吹掀翻了啊，那个倒还不是什么大问题。然后我今天去出门马路上看的时候，好多树都折弯了，躺在那个路上，所以开开心心早上校车也晚了，就非常正常，能够想象得到。然后然后我隔壁邻居说，他说他早上出去上班的时候看到好多的蹦床在街上飘荡的，好多的蹦床或者邻居家的蹦床翻出来了怎么样，好多，他说，所以他能理解。不过确实也挺不好意思的，把人家给房子给弄坏了，总得帮人家修。新爸爸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，保险公司的人说呢，他们要有人过来调查一下才能决定怎么样。然后我也跟邻居说了，邻居呢也是挺好说话的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啊，怎么怎么样啊。然后邻居也说了，说如果以后你们出去玩呢，离开房子几天呀，想让我们帮你照看一下房子，完全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。挺激动的，听到他这样子跟我们讲。然后我们每年的房屋保险差不多是交2000多美金嘛，就是相当于200多美金一个月嘛。这个呢，保险也是根据你房屋的价值啊什么而定的，好像我不知道会不会跟你贷款有没有关系。就如果说你付了那个，好像是首付付的越多，你的贷款那个保险就越低吧？哦，我不确定啊，我大概听说过这么一个事，知道的小伙伴呢，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具体讲一讲啊。我们这边还有好多邻居，他们家门口的一些大树什么都被吹，直接吹了，就是挺粗的啊，从
根根拔起就吹起来了，就挺恐怖的，是吧？那么大的树啊，然后我们也有一些邻居的那个太阳能的那个屋顶，太阳能的那个板受到了损伤啊什么的。对于这个，对于我们家来说算是比较轻的了。而且美国人他们家的这边的房屋都是木头造的，所以相对来说它也非常不结实啊，不是很抗造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我们全家呢都没有任何的损失呀什么，至少能够花钱解决的它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况且呢，对我们来说一个蹦床可能也就300多美金吧，然后再加上修一下邻居的屋顶，邻居的屋顶也不知道要修多少钱啊，但是我估计也不会太多，所以就当是花钱消灾了。开开心心呢是被吓了一下啊，就是半夜的时候，但是就没有，还好还好啊，我及时跑到他们身边去安抚他们。就是至少我们家那两盆花，这两盆花它虽然被掀翻了，但是它好好的还能继续活着。然后这里也有些东西被吹跑了，有一些小南瓜已经吹没了，但是大部分都还在，所以很幸运了已经。而且我们家呢又在这个街的街尾，正好是风大的一个区域吧，应该是，我觉得就是这边还是很招风的感觉。真的是可惜了这个蹦床了，这个蹦床是开心心大伯给他们买的。哎呀，希望这两个屋顶，这里两个缺块不会花太长时间来给修，也不会花太多钱吧。开心爸爸还没有好好的去看一看，不知道开心爸爸自己能不能修得来。行了，今天的视频，哎呀，这个椅子还没拿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希望下一次能有好消息带给大家。